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三，一个二氧化的人。前两天一个粉丝朋友留言，他说想看一下地栽的这些三角梅怎么样了。啊，地栽的三角梅我们今天看一下啊。这颗是一个重瓣红的系列，这个花呢是我可能在五月份修剪过啊。这个修剪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它新长出来这些枝条，这个将来都是它开花的主要枝条啊。但是也有看一下上面我们没有修剪的啊，穿的老高的一些枝条啊，包括像这些穿起来的，看一下啊，它直接就在1公分啊，甚至它还在长粗啊。像这些枝条，当我们将来就是拿它准备来扦插用的，所以说我给它留着啊。然后这些呢，因为在路边呢很碍事啊，就给它做了修剪。说修剪以后呢，这也是说给它创造了很多分支啊，多了一些开花的枝条。虽然枝条比较细啊，这细的原因是营养啊，有些营养被这些枝条拿去了。因为我这些三角梅呢是没有给它施肥的啊，浇水可能都比较少，因为地栽不管它，所以说它这个可能是有些营养被这些粗一点的枝条吸了，然后剩下的营养留给他们了啊。但是都不要紧啊，这个时候我对它的要求是什么，没多少啊，就是这些枝条啊我们将来可以利用起来给它做一个扦插。这个可能要天气凉了啊，虽然说现在我们进入秋季啊，就是立秋过了嘛，刚刚过立秋啊，但是说我觉得这个温度啊居高不下，没有降温的意思啊，朋友们，起码在我这边还有一个月时间啊。真正的就秋天的话还早了，可以说啊。但是这些不开花，按道理它应该要开花了，就是这些啊不开花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环境，它到这个时候太阳晒到这边的时间已经比较少了，所以说它可能开花会不会再开起来我都难确定了。在春季它可能开了两波花，我记得现在太阳逐渐转到这边来，它就开花，不知道会不会开起来。这是我们很大的一棵，这棵我们已经种在这里已经有10多年了啊。它的根部的话我们看一下，以前大庄我这边很多啊，这是它的一个根部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一个丛林的这样一个三角梅大庄啊，非常大下面啊。如果这个能修剪起来啊，是非常漂亮的，是一个重瓣啊，重瓣。我们等一下再去看一下那颗啊，看一下这个光照和三角梅对三角梅这个开花影响有多大啊。我们走到这边看一下啊，这个再开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一个重瓣系列，过来这样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这个阳光了啊，阳光非常强烈。它这个重瓣系列就是这样，花是这样一坨一坨的，看一下，也没有管它，也没有浇水啊，它可以开。这边花太重啊，花太重压塌下来了，压塌了。这个温度现在很高，你看一下这个叶子，这个都是它的花苞，看，这是它的花苞，叶子都晒成这样了。讲句实话，这边我一次水都没有浇，全靠老天爷下雨。如果老天爷不下雨，它就这样。因为这边浇水不方便，那边我还给它浇一下，那边正好有个水管旁边，这边从来没管过。这个压塌的，我一直在等温度合适的时候把它从那边根部剪掉，然后来做扦插。所以说趴在这里一直没有管啊，没有管，非常粗壮。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它冒出来的笋，1公分多，这样也压塌下来了啊。这个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花友们，这个三角梅光照非常重要啊，就是说你可以对它一直暴晒，但你千万不能对它不晒啊。你可以长时间暴晒啊，一天晒10几个小时都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说你那里没有光啊，或者散射光，或者一天可以晒1-2个小时，我觉得这个对三角梅开花影响非常大的啊。因为它三角梅是特别喜欢光照的啊，高温光照。它并且在这个夏季的时候，像别的花停止生长的时候，它反而在长啊，它生长。所以说三角梅大家养护
还是多注意一下它这个光照啊，尽量像我们夏季如果能给它移动啊，盆栽的话给它移动到尽量有光的位置啊，让它太阳晒，让它灌复长起来啊。这样一个这种地栽啊，地栽我其实地栽还有很多，只是不方便拍摄啊，草太多了啊，但是长得很旺，温度太高，所以说很多时间我都不想动，视频都陆陆续续的再更新一下啊，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多谅解啊。有时间呢，等温度低一点，我们再细细的来聊这些话题啊。有些花友可能觉得啊，这个有点粗制滥造的味道了。确实，我也感觉这些视频的质量确实不咋地啊，拍得太随意了。但是为了不断更啊，所以说就这样拍一下啊。我是十三。